在布丁上淋上珍珠，一碗澎湃的草莓冰完成。一上桌，民众手机先吃，再品尝草莓季尾声的甜蜜滋味。除了当季水果，就连夏天才应该上市的芒果冰也出现在菜单上。在二月呢，那怎么你们就开始吃冰了？因为天气很热啊。这几天吗？对，突然间要变很热。南部地区这几天气温持续升高，21号台南市甚至飙到37.2度，热得像是夏天一样。台南御景和安平的冰店还没到中午就涌现大量吃冰人潮。每天还没有开门的时候就有人潮在排队在门口守候了这样子。那在生意的部分大概有比平常日大概好个2-3成。店家表示，二月还算是吃冰淡季，没想到这几天的高温让生意特别的好。虽然店的人力吃紧，差点忙不过来，但看到满满人潮，还是忙得很开心。我们芒果是急速冷冻的状态下保存到现在，今年是晚了一点，大概可能还要快一个月，看会不会有新鲜的芒果。业者也透露，目前所使用的芒果是去年收成时急速冷冻保存下来的，口感部分则是见仁见智。至于现切芒果，可能要等到3月份才能吃得到。接下来李倩华、宣草报道。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